惊。网友观看 NBA 捕获野生邓超，还巧遇天才男神，网校绝对值回票价。NBA 球赛总是吸引许多热爱篮球的球迷朝圣，明星艺人也不例外，像是26日的湖人队对巫师队的季赛中，就有网友捕捉到野生邓超和彭于晏，两人也到场观赛，让大票粉丝羡慕不已。邓超26日在微博晒出和彭于晏的合照，并逗趣吐槽对方你法令纹太深了，要好好休息。只见两人在球场上开心露出灿笑合照，还故意摆出皱眉眨眼等俏皮的表情。彭于晏则留言回应，我可是用心良苦阿浪。原来两人曾一起合作过电影《乘风破浪》，阿浪则是邓超在片中的名字。而彭于晏和邓超现身 NBA 观赛，也有网友刚好在同一场，并捕捉到两人的身影，开心直呼 "Oh damn"！ 今天又是邓超，又是彭于晏。更曝出彭于晏坐在前方的照片，只见画面中他认真地看着比赛，虽然只有侧脸入镜，但依然帅气十足，更吸引大票粉丝留言，天啊，太幸运了吧，我也好想偶遇男神。以上所有资讯皆源自 AtOday， 所有图片皆源自微博。